一大早起来就捡东西了，准备回娘家。真的不知不觉搞了一大堆东西，太多了。这里这么多，然后冷冻去开车了，我在上面等他，因为拿不动了，好多，装也装不下去，这密码箱还是买的太小了一点。这里还有一包，四五包东西这么多，好开心啊！终于今天回家了，我老公好像有点不开心的样子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不愿意、不想回去，不高兴，可能回去怕花钱呢、怕花钱。其实说一年回去一次，就是想看一下父母，毕竟人生嘛都是减缓的，对不对？见面怎么说，少一面咯。你看一下这个路这么复杂，你叫我怎么开？怎么不敢开？一下子上面，一下子下面，就想叫我跟着你一起回去，就一起回去嘛。那你还不是乖乖的跟我一起回去了？有多个违法拍照，请按交规行驶。不敢开。你看嘛。那你那天上来是怎么搞迷路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迷。这么笨的。而且你看他这个，就比如说他这个跟道哦，我以为他都可以直走直道，然后他又往左边去来掉头道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转的了。这种你就不能直走了，他等下过去他要扣分是吧？是啊，本来我说直走的，你看他一直到这里，我都不敢转过来了，车又多，人又多，两下就给我搞迷路了。你那个驾驶证是怎么考来的？眯着眼睛考的。估计给你教练知道了呀，他肯定不承认是他教你的。他早就把我拉黑了。经过环岛，我们还没有出广西，还在广西之内。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。等一下，不知道要不要跟我老公换一下，看他一个人开很辛苦的。真的没有想到我老公。真的会陪我回去，其实是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以为他上来了就不会给我回去了，然后我们又回自己的家，没想到他还真的就是陪我回去，这样子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，所以这个心里面真的特别高兴，真的好久没回去了。没有，我是说特别感谢你，真的陪我一起回去。你不上厕所啊？对，不上了。上厕所。等一下，要不要我开一间？算吧，还是我开吧。不放心。很辛苦了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出发了。